请翻开本册184页，184页，请看册第五行，二为空会门，为外空山河国土，设等六尘诸法，诸凡夫人。不知即使是心变现，妄想取舍，被尽牵流，为名相门，为尘劳门。菩萨恒于智慧，造破六尘诸法，皆无自性，故得证入外空慧门也。好，上一回。第二外空慧门我们没有讲完，所以再从头大力的说明。第二层外空慧门，意思就是说，外往外空掉了山河国土，摄等六尘诸法。摄等就等于声香味触法，这些六尘诸法，诸多凡夫之人不了知，这是我们世心所变现的，都是我们八识心王所变现的。那么一切诸法都是第八识的相分，然后要升起千分来源这个相分，另外又有智正分、正智正分，每事都有这四分，每事的心王心少都有这四分。那么所以外头的山河国土是等六尘诸法，都是属于我们第八识的相分所出世，既然是世的一部分，所以就是都是所谓的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所以唯独有世心，没有外头的成见。外头成见根本就是世的一部分，所以没有外头的出见，都是我们世心所变现出来的。那么变现出来，然后由我们的视线又去攀援它，最初所变的第八识所变的就本质相分，然后前七识个别又去原理它，就变成影像相分，所以都是自变自缘。妄想取舍，种种妄想，种种这个取舍或者舍弃，对好的境界认为好的境界就取舍，认为不好的不如意的境界就要
舍弃他，所以有取有舍，因此就被禁荒所禁弃荒所牵流转变了，就成为名相门，都持着忠诚名相，一切诸法都有相啊。那么每一相，为了称呼这每一相每一相，所以又安立这些名册来称呼它，所以有种种的这个名相，这个所谓名相嘛。那么为成老门，这个天下本无色，庸人自扰之，本来都是没有事的，都是庸愚之人自己闹出来的，所以成为种种成老。成老也就是比喻出烦恼变成成老烦恼之门，菩萨恒以智慧照破六尘诸法，皆无自性。这位的菩萨恒常运用微妙的智慧来观测，破除六尘一切诸法，大都是云生因缘和合就现生相，因和因缘别离就现灭相。原生当下都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能够证得外空慧门。观理菩萨恒以智慧照破六尘诸法等等，在顺处上头那就解释说，所以这位的菩萨常常运用智慧来观照一切诸法，清清楚楚，无慧不乐，欲欲繁花尽是真乐。所以根本就无得也无失，既然无得无失，就不取也不舍，那么就不会妄想，就不被境界封锁牵流，所以能够证得这种的外空慧门，常常显现于目前。接着我们再看，三者有为空慧门，为体总空世界，诸有为法，内此根色，外此世界，皆属有为。众生不知，万法不识，执我我所，不得解脱，为生死流转门。菩萨恒以智慧照破内外诸法，人生如幻，多无自性，故得证得有为空慧门也。到此，第三就是有为空慧门，意思就是说，能从来空掉这个世俗的诸多有为造作之法，那里的这个六根六色外头的这些世界，都是属于有为法。众生不了解这些有为法，是如幻如化，不真实的，而却执着为我，执着为我所有，所以就不得解脱，成为生死流转之门。众生都是执我我少，其实了
我本身都是空寂了，我只不过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哪里有我的实体？身心的所执的我根本都没有了，我所有更渺茫了。身心本身都是空寂的，说我的什么东西，我的财产，我的妻子儿女，我的什么，这个我所有更渺茫。然而众生都是执着，我所有，所以就不得系统，因此就成为生死流转之门。菩萨恒常运用微妙的智慧，观照破除内外诸法，大都是名声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既然因缘和合而生起，它就是如幻如化的，所以根本就没有自性，缘生如幻啊。所以能够证得有为空慧门，是者无为空慧门即空真谛，诸无为法二圣之人，无知即色即空，即有即无，而其色空有无，皆属对待为舍利门。菩萨以生智慧，照了无为之法，一切是空，故得证乐无为空慧门也。无为空慧门，也就是空调真谛，出透无为之法。二圣之人不能够了知即色即空，这个色法就是色法，当体就是空体态，就是有相，当下就是无相态。然而这个色空有无都是属于对待法，就是成为，就是属于狭小下利之法门。菩萨运用这种圣僧微妙智慧，观照了达无为之法，也都是空体，所以就能够证得无为空慧门。为什么无为之法也都是空体呢？因为佛顶经我们前面曾经有说过，真心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化。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怕诸位又忘失了忘记，然后我讲的本身也必须要看本质，也是前面讲过的也会忘记，所以我们还再讲一讲。什么叫做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化的。那么这个真性这两个字，真性这两个字，在圣文首先标出真性这两个字来，它是一切法所依之体，无论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依于真性，也就是真如本性。所以真性这两个字不可以直接就连着有为来加以解释哦，不可以，不可以说真性有为空，不可以直接连着有为来解释，不然要怎么样，它是灌下去的，真性 灌下有为，真性也灌下无为，这样子
所以有违法无违法都依于真性而起的。那么真性也就是真如自性，因为它体性是绝对，离开名字相，离开言说相，离开新闻相，它不是属于有为，也不属于无为。然而能作为有为无为法所依止，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比喻，太虚空，太虚空体不是群相，然而不拒绝这些诸相的发挥，不拒绝诸相发挥。那么这里亦复如是，亦复如是。那么怎么说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啊，然后我们就再解释了啊，真性说是有为无为所依之体，唯一之体。然后下头有为空，原生故如幻，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为有为法，它是空寂的。有为法是空寂的，这个作为宗旨，宗旨是如此。那么原因是怎么样呢？啊，原生故，原生故，因为它是因缘所生起的缘故。如幻，如幻就是比喻，就是比喻啊。同月就是如幻，假若异喻就是如虚空。所以这里它是运用同月，就是如幻，意思就是说有为之法，它是有生有灭，不但灭后才空寂哦，实在就当体啊，就是空寂，所以是以空作为宗旨，有为空作为宗旨，有为法是空，空寂作为宗旨。那么下头就是以这个原因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解释宗旨，它所以空寂的，解释所以空寂的所以然，解释空寂的所以然。所以因这一支，它就是说因缘所生之法的缘故。因为因缘和合，就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就叫做灭。所以叫做原生故，原生故。既然说是虚幻，所以它就空无自体嘛。啊，所以同法月，同法的比喻就以如幻来做比喻，异法的比喻就如虚空，就如虚空。是这样子，这个叫做有为空，原生故如幻。然后下头真性也灌下来，然后真性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花，真性灌下来这样的。怎么说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花啊？这个就是说力量要这么立，立这个宗旨要这么立。无为是有法不实为宗，也就是无为法啊，也是不实作为宗旨。那么原因是怎么样呢？啊，无体灭故，它不生灭的变故，没有生灭的变故。
同日就抵避说如同空花虚空所幻现之花，我们眼目有毛病就望见虚空有花，其实虚空根本没有花。那么一法的比喻，同法的比喻就如空花，一法的比喻就如真罗，这个就是啥？无为之法但是不真实作为宗旨，因为对着有为法有体面才建立无为法，没有体面的缘故嘛。假若没有有为法哪里有无为法呢？所以同法律就以虚空花来比喻。为什么以空花来比喻？实实在在就是因为空花也没有体，空花本来就不真实，那么无为法它也没有体面，也不是面，所以无为法也不实，所以就跟空花一样的。所以以空花作为同法的比喻，同法的比喻是吧？这个叫做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体灭，不实如空花啊。这个就是所说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为空慧门啊，无为空慧门。接着我们再加以说明，无则性空慧门。什么叫做性空慧门？总有为无为二性皆空，为即凡夫自有，如来说为不有。二性成空，如来说为不空，一是不有而有，是为妙有。不空为而空，是为真空。为随顺门，菩萨以色甚深般若智照法界，圆融事理，一切无碍，二性空体，平等平等，故得正落性空慧门也。第五种叫做性空慧门，农场前面的有为法、无为法、二性两种的体现都是空体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因为凡夫众生自作于有，一切的有相之法执着有，所谓的三有、二十五有，凡夫执着即可有实有。如来为了破除凡夫众生执着这个有相，所以如来就是说不有，你所执着的这些都是空体的。然后二圣之人听了他了知这是空体，然后他又执着空体，就成为这个空体，偏成涅槃，真的即可偏成涅槃，偏离空的这一片，而不知道有这个不空。所以如来为了度化二圣圣者，为了救他成空之变，所以就是说不空哦，空而不空哦，你执着于空就足以空的这一边了，就不合不通道哦。所以如来说不空，因此之故不有而有就是妙有，不空而空就是真空。真空就不空哦，而妙有非有哦，
妙有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中道第一义谛。这个就是啊，随顺众生的机宜的这种法门，这是如来随顺众生机宜的法门。菩萨运用众生的般若这种智慧观照十方法界，能够圆融所有的事项，所有的理性，一切都是无障无碍，有为无为，恶性都是空寂，恶性都是性空寂灭，无所造作的缘故，当下就是平等，平等。所以一切诸法无有高下，都是平等平等，所以能够证得性空慧门。接着第六，六者无始空慧门，为其无始无明住地烦恼，本无有根，已是无明不觉，沛然现起，诸法行，诸菩萨皆不能了，唯其灭门。菩萨以大智慧光照一切诸法，其无始相，灭无终相，其灭之切无法可得，故得证乐无始空慧门也。第六，无始空慧门，意思就是无始无明这种住地的烦恼，也就无明住地的烦恼，无住地烦恼，最后一个无明住地烦恼。他本来没有根本的，为什么本来没有根本的啊？因为无明不觉沛然现起的，所以无始劫来一念不觉，开始就有无明意象了。无明意象，初发心的菩萨，诸位的菩萨都不能够了知，所以就成为生灭之法门。菩萨，这位的菩萨运用广大智慧的光明观照一切诸法，他身体也没有开始的相状，他灭却也没有终了的相状，在生灭的身体灭却的这个当下，都是无一法可得的，所以就能够证得无始空慧门。无始空慧门啊，那么关于这个慧门具体，他就接着说，说世间的众生无有始相，根本就没有开始的相状，又如同今生是从前世的因缘而有，前生又从前世而有，如此辗转的推求，这个开始的相状都是了不可得的。
所以菩萨他就能够证入无始空慧门，接着七场第一空慧门集中道理明第一义谛，因对第二业假立名言为圣义门。菩萨已是如理智造圣义地门，系统正信，无相可得，不取二边，不存中道，故得正乐第一义空慧门也。第七就是第一义空慧门，也就是中道的理体，就叫做第一义谛。因为对着第二业，所以假设安念这个名字言说，成为圣义的法门，就把它称作第一义谛。菩萨运用这一种如理的智慧，如理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能观照圣义地的法门，都完全同于真如本现，没有相状可以破得的，无一相可得，不拘也不执着于空有二边，连中道也不存，不安劣，所以就能够证得第一义空慧门。接着第八，八者空空慧门，为其空上。第一义空之空为从空门，菩萨级别空空智造此空亦复不存，故得证入空空慧门也。这个越来越深哦。什么叫做空空慧门？意思就是说，空掉空即上头的第一义空之空，第一义空的这种空理，空掉第一义空的这种空理，所以就成为从空门，从空的法门。也就是说，这位的菩萨就是运用这种空空的智慧，来观照这种第一义空的空理，亦复不存，所以就能够证入空空慧门。空空慧门。那么根据句子来解释这一段说。说空上第一义空之空，意思就是说第一义空，然而空理仍然存在，这种空理就是病哦。所以运用要运用智慧空掉这种的空理，所以称作空空慧门，是这个意思。接着第九，空空复空慧门，为空上空第一义空之空，为从空从空门。这里旁边的逗号，我们请诸位把它删掉，就这里哈。为空上，为其空上空，下旁边的这个把它去掉，这个。
逗号去掉它，直接灌下来就可以。啊，为其空上空地一一空之空，为旁边下头，这个也把它删掉。为从空从空门，不色已色，空空复空之，周此空空亦复空，故得正若空空复空慧门也。好，我们就再解释。第九，空空复空慧门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空即上头，空地一空的空，所以就成为从空从空的法门。不是运用空空复空的这种智慧，观照这种的空空也是空寂的，所以就能够证入空空复空的慧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具体他也有解释这一段，具体他就这么解释说了，因为没有功用，能手都是空寂的缘故，意思就是说，虽然已至空了，也能观照的智慧来空第一义空的空了，然而空里虽空，然而空里之智还存在，这种的智也是病，也是毛病，所以又要把这个智空掉它，所以叫做空空复空慧门，这个叫做空空复空慧门。接着最后第十，实则空空复空空慧门，为其空上空空复空之空，是名为究竟一切法，究竟一切空空复空空门。此空亦复当空，以是无空之空，空无所空，是者无所得空，故得正乐空空复空空慧门也。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第十就这么说，空空复空空慧门，意思就是说，空即上头，空空复空的空，空即上头，空空复空的这种空智，这个就叫做究竟一切空空复空空的慧门。所以前面的空空复空也要把它空掉，也要把它空掉，所以此空亦复当空。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理智即空，空空之空犹然存在，现在空空复空也要把它空掉，所以叫做此空亦复当空。于是无空之空，空无所空，这个就是无所得空，所以就能够证入空空复空空慧门。如是时空慧门，为此八地所称，下地诸菩萨等各所不知也。如此的时空慧门哦，唯独此第八地的菩萨所证的，下地的诸位菩萨等等个别所不能够了知的。
延续公平等地者，此举未分以显德也。该言下地各所不知者，为此菩萨得证虚空平等地，你这不但时空而已，更有不可说不可说神通道之门，而下地菩萨犹不能知也。神为神妙难测，通为变通无碍，道即道理难巧，智即智慧无量。所谓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种种神通道智皆系平等，故能以一念测悉皆了之。一切难尽诸法分分别异，随根随根失散，而不能落无量佛国度中，真是诸佛一一佛前知说听法，勇猛清净，不转不退法轮，度于一切众生，而以法用施其一切众生。是故为大法师，为大导师，破坏四魔，四魔气泡，法生去除，依法生去除库，而能辗转化化，入于佛界。到此。说到虚空平等地是什么意思？这是举其位次，举出它的位次分界，用来显现出它的这种德用来。那么该言下地各所不知者，大概说到下地个别所不能了知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他能够证得虚空平等地，所证理能证之，不但是时空慧门而已哦，更加的有不可宣说不可宣说不可说不可说的这种威神变通道理智慧的法门。然而下地的菩萨犹然不能够了知，所谓的神就是神妙难以测度，所谓的通就是变通没有障碍，所谓的道是道理难以穷究，所谓的智就是智慧无量，这个就是所谓的佛真正的法身，就犹如虚空，它能够相应的这个物力，物力有感，它就有所愿，所以就能够显现生死，因以何生得脱，体现何生而为说法，就如同水中月天上有一个月，然后千江百水当中个别也都有月就如同水中月。那么天上的月就犹如佛的真法身，这个水中之月就是应物现形，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情形，那么就显现种种的神通，这种的道智道理微妙的智慧，皆是平等哦，都完全能够平等，所以能够运用一念的智慧，一念的智慧完全都能够了知，明了知道一切难无清净的诸法纷纷个别有所差异，随着众生的根基而来施设摄受，然而又能够入于无量佛的国度当中，
来承受一切诸佛在一一的佛前诸情禀受，谛听他的法要，而又能够勇猛听见，又能够转不退转的法轮，而来传法度给一切贤圣大心的众生，做这个大医王，运用这种法药来会施给予一切凡夫众生，治疗去除他们的心片，所以就作为大法师来训诲众生，愿你烦恼，做大导师，做伟大的导师，来诱引众生永远超越苦切啊，破坏四魔啊，破坏四魔是哪四魔？就是烦恼魔、五阴魔、十魔、天魔。为什么他能破坏四魔？因为第八地的菩萨所谓的不动地前才首创，在第八不动地之前哦，他才舍弃藏士的这个名业，第八藏士的名业，俱舍罗波折到这里已经灭除的这个缘故了，所以他能够破坏四魔，破坏四魔。那么破坏烦恼魔，八地的菩萨他出世的烦恼啊，这个通常讲起来有五处地的烦恼：见一切处天、欲爱处天、色爱处天、有爱处天、无名处天，这些五处地的烦恼。到这里啊，八地的菩萨可以说是把它这个灭尽了，可以说是把它灭尽了，所以破坏烦恼魔。另外破坏死魔，也就混乱生死、变异生死，到第八地也可以说是去除了啊。还有这个五阴魔，五阴魔。无一魔就是这个一别六色贪嗔痴三德，凡夫众生就有这个人我执，执着五蕴的色身为我。然而到第八地，所谓不动地前舍弃藏识的名称，第七色不再执着我了，俱生我执，到这里已经舍除了，所以五阴魔也破了。另外天魔，天魔就表示第七世、第八世以及法执。那么第八地的菩萨也把它破除了，也可以说是把它破除了，所以就破坏四魔，破坏四魔。而破坏四魔使令众生能够皈依三魔啊，四魔既然破坏，法身就去除，无欠无缘，因为法身去除的缘故，那么就能够辗转分身，化化不绝，完全使令众生入于佛界地，微佛切辟。好，这个直接 就到这，接着我们再看何处的说明。何处缘？一真罗仙，故名不动，与佛同体，从圣地出，故名佛法。
正为平等法性，正无生能，故名入法王位三昧。花光阴杂，诸佛七劝之音，具如华严第八地中所名。本从七劝起定，而言入心三昧杂，具受诸佛加倍，方正一心妙用，出入无非三昧也。空慧杂，慧起八明之体，由正实慧，正法性空，故名大明空门。内空察，观内镜像不可得；外空察，观外色镜像不可得。有为空察，无因法中，无我所不可得。无为空察，对有为说无为，有为即空，则无为亦不可得。性空察，有为无我，无为皆无自性，无始空察。众生是而四天众山无有始相，第一义空察，诸法中最为第一，名为涅槃，而亦无相。空空察，第一义虽空，能空之理犹在，今能空亦空。空空复空察，空理虽在，空理之智犹在，今空空之智亦空。空空复空空察，理智皆空，空空之空犹在，今空空复空亦空。啊，到此。何处就解释说，一真如心，所以就叫做不动。一真如心，所以称作不动。啊，那么什么叫做一真如心呢？啊，因为这个我一大师他就引这个楞严经的楞严经，他就这么解释：一真如心，名不动变。啊，一真如心，名不动变。啊，那么前面我们有稍微解释过。啊，现在我们再重复的说一说。圆空老法师他就解释说，说乘着前面既然已经境界，前面的第七地叫做尽真如气，叫做隐形地。啊，乘着前面既然已经尽真如气，乃能获得全体一真临难，暂起不动，动也就是变通。然而如理就是啊，真如的离体是金真，那是没有变动的。不设当处此地，不变观察诸法，诸法其真，法法其如。每一法每一法都是真如，一尘一毛一一无会都是真如自心之所显现，是吧？这个就是所谓的彻法底缘，无动无坏，所以叫做不动地。所以这里就是称作一真如心，叫做不动，所以称作不动。啊，那么一真如心也就是正路，一真如心，所以称作不动。与佛同体，就跟诸佛是同一体性。那么从殊胜的禅定而出来，为众生说法，他是没有部位，犹如大师之佛，所以又称作佛法。他能够证得平等法性，正证的无生法忍，所以叫做入法王位三昧。花光音是什么？也就是诸佛七劝之音。这个七劝我们前面曾经有说过，七劝我们前面有引这个华严经的文都有了，都说过了。啊，具足如同华严第八地当中所说明的，本来从七劝之后，然后起定，诸佛七劝之后他就起定了，从圣僧禅定而起出定。而这里说入心三昧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
既然受诸侯的加变，他才能够正达一心微妙的作用。所以出定入定妙不是三昧的。讲到空慧，慧也就是广大光明之体，广大光明的本体。因为真实的这种智慧，所以就能够证得法性的空理，所以称作大明空门。那么讲到内空，内空是什么？也就是观念尽相不可得。什么叫做观念尽相不可得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无义大师这里的注解说观念尽相不可得，它是参考哪篇呢？智度论解释十八空，解释十八空。那么解释十八空的内空，那么内空怎么解释呢？根据心经全处，它有引出来，我们就根据心经全处来解释什么叫做观内尽相不可得。那么也就是内空，也就是内生有36种，外相不净有12种，毛发爪齿这个屎略言唾，屎尿过汗，这个是内心不净不清净啊，这个是这个啊，外相不净这有12种，另外内心不净也有12种，前面说的毛发爪齿等等12种，就是外相不净。接着内心不净也有12种，皮肤血肉筋脉骨髓黄高脑膜，有这个，这也是不净。然后通于性相的也有12种，相性的，通于相性的也有12种，有肝胆肠胃脾肾心肺，生脏熟脏赤痰白痰。那么这些都是不净充满，我们内生36种都是不净物充满。九孔成牛，九孔就两耳、两眼、两耳、两鼻孔、嘴巴以及骨道、尿道，都是成牛，成牛不净，所以尽相就不可得嘛。这个叫做尽相不可得，是这么解释的。所以叫做观内尽相不可得，观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清净的相状是了不可得，因为都是不净充满啊。这个叫做观内尽相不可得。接着外空，外空者，观外色尽相不可得。好，你看智度论，那也继续这么说。说外空，意思就是外，也就是外身，外头的身体，于乎观手着色，虚妄认为是清净的，于乎众生，观看他所爱着的这些色法，虚妄呢认为是清净的，然而也是如也，内生尽相不可得的缘故。这个叫错，叫错，观外色尽相不可得啊。接着有为空者，有为空是什么？在五蕴法当中，色受想行识，五蕴法当中，我所得了不可得，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接着无为者，无为空者，对着有为才说无为吗？有为法既然空寂，那么无为法也是了不可得。性空者是什么？有为法无为法都是空无自性，所以叫做性空。
无始空是什么？是天通身，没有开始的相差啊！这一世是从前世而来，前一世又从前一世而来啊！一直推，没有开始的相差，所以叫做无始空。第一空是什么？诸法当中最为第一，就称作涅槃。然而涅槃也无相可得，涅槃的离体也是无相可得，所以叫做第一义空。空空是什么？空空是什么？就是第一义空虽空，能空之理犹在，今能空义空。这里啊，这里怀疑，怀疑啊，怀疑怎么呢？能空之理犹在，今能空义空。怀疑这个能字或者是首字，首字啊，怎么说首字呢？啊，因为第一义空虽空，第一义空。虽然空啊，但是守空之理犹然存在。现在守空也把它空掉，所以叫做空空，叫做空空。所以这里的能空之理犹在，今能空亦空。这个能字怀疑是这个首次的错误，首次的错误。所以我们现在也去看。但是它的原文是能空之理犹在，今能空亦空，所以我们不改它，只是我们就感觉有疑惑，所以就怀疑它这里有错，然后我们就参考具体来加以说明。具体它就是说，空上第一义空之空，意思就是说第一义空，难了空理仍然存在，这个空，这种空理还是毛病。现在又以智慧，能观照的智慧，空掉这种空理，所以叫做空空慧门。所以根据具体，它是这个意思。根据具体，所以就怀疑博弈大师的这里，说能空之理有在。因为理通常是守空的嘛，守空才称作理。这个智是能的这一方面，能观照它称作智，守观照了就是理。所以啊，这里就怀疑。好，接着空空复空场，空空复空是什么意思？就是空理虽空，难道空理之智犹然存在，今空空之智亦空。OK， 现在空空的这种能空之智也把它空掉，叫做空空悟空。第二，空空悟空空者，你自己空，空空之空有差，今空空悟空亦空啊，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所证理能证智都是空寂。那么能证的理智皆空的这种空彻犹然还存在，这个叫做空空之空犹在。能证理智皆空的这种空彻犹然存在，所以现在空空复空也把它空掉，也把它空掉，所以叫做空空复空空。接着我们再看古七七，古七七边第八地中有五种行，此出定行，出无功用，名入法王位三昧耶，其智是可说法定过，虽有手说而于无相无功用处，故言是佛下内空等十大名慧所入定门，能念流阔诸佛得果，除暗教因
六菩萨心定也，花能德国光除暗夜。第二慧行为内空坦，如遍中遍，自论广说，于此第十泯地球也，终结时空性平等变，可以实门假说而不着，故意不可说。第三通行为神通次，遍知诸事，入无量陀神通照见，如眼见色，于真实次达事达理，行解生现，如意识了，转化多于一切众生者，一体之前说与众生也。菩萨化身示现诸法，与果相似，言入佛国啊。那么这果次怀疑是切，因为也有查提卡古提提的，他的这个经文也是入佛切的啊，所以啊，言入佛国啊，这个戒怀疑是国怀疑是戒的错啊，好到此。这个是古提提，古提提，我们就解释。古提提边，古提提就解释说，说第八地当中有五种的行门，这个就是最初，就是讲到定的行门。最初无没有功用，所以叫做入法王位三昧。他的这种智慧是否果德，相似于佛的果德？而这个所说的妙法，是从殊胜的禅定而出的缘故。虽然有所宣说，然而是无相，是无功用而住的，所以说所以说的是佛跟佛相似，下头内空等等十种广大光明智慧之法门，也就是所入的这种定门，能愿自然的流行显化的缘故，诸佛证得这种果德，能够灭除无明昏暗教法的这个妙愿，入于菩萨心定之中，这个花能够感召这种的获得这种的果德，光明有除去无明昏暗的意业。第二空慧的行门，意思就是说内空等等，又如同辩中辩论，这是初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466页上南。辩中辩论就讲到十六空，辩中辩论有十六空，辩中辩论有三劝啊。那么他在466页的上南就讲到十六空啊，还有自论、自度论卷三十页解释出品当中有讲到十八空。那么辩中辩论的十六空、自度论的十八空，这个我们就不再加以说明了啊。诸位需要的话，可以找出原文去参考就可以啊，去看一看就可以。辩中辩论就是大正藏三十一册466上岸啊，十六空讲到十六空，自度论就是卷三十一解释出品当中讲到十八空，所以叫做如辩中辩论自论广说，于此地时免地球也说啊，在
此地时就是空空复空空会满，它就明空掉地球的空空复空会满，意思是如此。总结时空，时空线平等电，可以实门假设宣说，然而也不知错，所以也是不可说的。第三种就是神通的行门，意思就是说，这种神通的妙智普遍了知诸多的事相，能入于无量佛的国度。神通观照这些境界，就如同眼看到色法一般。其余真实的智慧，能够这个通达所有事相，通达理性啊。所修行所提了的是甚深微细啊，就如同第六意识了达境界一般，转化度于一切众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用自己所悟解的、所领悟理解的来教授给予众生，而能够了知菩萨的化身，他能够示现诸多的化身，跟佛口相似，所以叫做入佛界。入佛口啊，翻译就是界啊。因为经文它本身古体字也是做界，其他我们直接本还有何处本也都是入佛界啊。接着，是诸佛说乃至不生不灭者，直接名此名住无见心也。是诸佛树等草，为此菩萨即是诸佛之树，即是九地十地树中长养法身，即得薄天陀罗尼总持门、薄天三昧正定门、薄天金刚不坏门、百天神通变化门、薄天解脱方便门。如是薄天种法门于虚空平等门中得到自在，云何自在？于一念一时皆能行故也。念万般若缘，不动菩萨二禅王，而变一生常自在，能于百万微尘刹随其行列化众生。须知三世无量劫，于第一义常不动是也。解说非劫等刹，生明自在之业。言解说非劫，非劫说劫者，妄语解婆罗。此名分，缘劫有大小长短，十分不同。如诸天有浮石劫，地狱有七层劫，人间有六如劫。菩萨修行究竟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断尽无明之时，方得成佛，是名为劫。如是等劫本非实有，名为非劫，故缘即说非劫，非劫说劫也。我们先看到这，实劫解释说，这是说明安住在无见心的意义。是诸佛树等等，意思就是说，这位的菩萨就是诸佛的树木了，就是九地十地上乘树木当中啊，但是啊，只随风来应化啊，它能够滋长慧面，充足法身罢了，它就能够证得摩天陀罗明陀罗尼的总持门、总持法门、总一切法持无量业。薄千三昧的正定法门，薄千金刚不坏的法门，薄千神通变化的法门，薄千解脱全巧方便的法门，如此薄千种种法门，在虚空平等门当中而能获得广大的自在。什么叫做自在的情形呢？也就是在于一念之中，在于一时之中，他是无手暂气暂时休息都能够
铁卡啊，现前的铁卡边库都能够现前的边库。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么说，说不动的菩萨，他是现作恶禅王，获得变异身、变异的身体了，常常是自由自在的，能够代表百万微尘的菩萨，随着众生的生贤类别啊，也显现他的这个形体来教化众生，完全了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还有无量劫啊的这些事项。然而对第一一点啊之理啊，而常常都不动摇的啊，第一点常不动，这个就是就是真谛来说是如此。然而在俗地上，他也能够这个随缘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动静一如解说会提等能，就是生疏说明自在的意义。讲到提说会提，会提说提是这是什么意思？梵语解婆罗梵陀此地叫做十分的意思。讲到提啊，讲到提哦哦，就有这个大小长短啊，十分的这个不同，十分的不同。那么就如同诸天有这个菩提劫，那么什么叫做诸天的菩提劫呢？我们得说一说，菩提劫，也就是说，他就是说的。说有一块石头，广二由旬啊，假如以小由旬来讲，一由旬就是四十里啊，二由旬的话就是八十里，广大有这个八十里，后它有半由旬，半由旬就是二十里，二十里后，然后这个广有这个广大有二由旬八十里，后度有半由旬二十里。然后多帅天一百年哦，用六珠的衣来服一次，把它擦过一次。六珠的衣，六珠啊，衣这个六珠衣也就他的衣服，天的衣服都很轻的，只重六珠而已。这个珠怎么写？一个金字边，一个朱色的珠，红色的这个珠，这个六珠，也就是很轻的这个单位而已啊，轻的单位，重量的单位啊，很轻的单位六珠啊。那么多帅天一百年用六珠的衣来扶这个石头，扶一遍，那么将这块大石头完全把它扶尽啊，把它扫尽啊，磨尽啊，这个就算作一劫，叫做浮尸劫。你看这个要多长时间？所以诸天有这个浮尸劫，地狱有切成劫。那什么叫做切成劫？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城，四方面，个别有百里，个别有百里。那么在这当中，满堆这个芥子，芥菜子，很细的芥菜子。那么人间一百人只取一粒，一百人才取一粒芥子，取尽这些的城四方面各百里所装的这个芥子，把它取尽，这个才算一劫。你看这个要多久？这个叫做芥成劫。那么人间有露如劫，这是什么意思啊？露如劫啊，露如劫。起先是查不到这个名称，那就用议会的。那这个议会的情形如何？下一回再分解。回向。